爱不爱，幸不幸福，有钱没钱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把婚结了啊。你结完婚了，妈妈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这个是妈妈那个时候对婚姻的一种观念，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是人生当中必完成的一项任务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结婚是相爱的结果。如果说姑娘儿子，你们两个人在人生当中没有遇到自己合适的伴侣，没关系，如果你们两个人想一个人生活无所谓，咱家有钱有房有车，你们可以肆无忌惮。妈说的不是气话，姑娘儿子你俩都在，只要以后你们两个开心快乐比啥都强，人生不就这么一回事吗？是吧？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，你也会爱上一个人，付出很多很多。这不是兴趣，这老太太。